哦，大姐，不好意思，太忙了。这全部都是你的仓库吗？一部分，只是一部分了。对。哦，然后这个规模是越搞越大了。这是两箱的是吧？发不着货就是，这一天几件单吧。 所有的鞋子啊，都要通过检验，重新检验打包装，发货的啊。哦，所有的鞋子检验，全部检验了以后哦，检查了，品检检查以后，再到那里再打包装。嗯。二次检查的呀。保证品质嘛啊。对对对。看一下。 老客，老客户回购比较多，订单比较稳定，啊，反正每天三到五订单。货架，货架了，货架检货啊，这分类啊，什么叫就铺位，我们叫我们专业用的叫这个铺位货架图。哦，对，什么是铺位啊？哦，看过去。 您这些鞋是全部都是你自己工厂生产的啊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那我们在这个机械基地，我们的规模是最大的。那朋友们，这位老总是，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铝鞋生产基地啊，从事这个铝鞋制造业最早的那一批啊，然后也是算做的比较成功的那一批。现在他这个鞋子的话，基本上是我们广东的那个十大品牌之一了啊，做的相当成功的。 那你可以看一下他的，我刚好也是有机会啊，碰到阿杰啊，阿杰是算我们老乡啊，我也很喜欢他，因为他毕竟比我们年轻，刚刚从家里走出来啊，我也非常想非常想支持阿杰啊。感谢熊总，非常感谢。啊，你阿杰你，我你大胆的啊，去跟你的粉丝啊，去送福利，我这里保质保量的话啊，一起配合你，把你的粉丝维护好。 哦，那我提前谢谢熊总，其他东西我帮不上你，这一点啊，我一定帮上你啊，好不好？我提前感谢熊总，感谢熊总。对，像这种专业化的那种，生产，从鞋子的生产到销售，一条龙的简直，这个可以说啊，真的是搞得非常专业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库位，货架库位区，对，对，鞋子全部分类一个款一个款的啊，按这个按分类按款式啊，全部按规的地方全部。 全部堆放好，对，要发货的时候，他们追的人，他就知道什么鞋在什么地方，然后就直接配货。然后你们每一批发货的那个鞋子都要经过二次质检的，对吧？哦，这刚才我们看那里嘛，全部二次质检嘛，二次质检。哎，我们先看一下，等一下就看一下我们那里的款式哦。对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吧。你我们款式很多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 这个我们已经卖的很成功了，出货已经出了很多了。我妈妈特别喜欢穿这个鞋。我们年龄段的话，就基本上是年龄段是28岁，以上年龄段。那这个鞋子我跟我老妈搞的。而且我们的风格都是大部分都是我们都是舒适度的，做舒适度的鞋子，就是说。 穿脚会影响舒适度的鞋子哦，全部pass掉哦，啊，凤姐，我的鞋子风格都是追求舒适度的。做工呢也是蛮精细的，这些鞋子做已经做的很成熟了，每天都在发货。 这一款是可能只是你这里的冰山一角。对，稍微对对对。然后我过两天吧，过两天我不忙了，我就再来专门拜访你，好不好啊？一起加油，好，感谢熊总了啊，感谢熊总，谢谢大家啊。那你先忙，熊总啊，好，过两天再来拜访你啊，好，拜拜拜拜。
嫂嫂，哎，这个就是今天晚上要发走的订单对吧？对呀、啊。嗯，拜拜。大伯。哎。工作忙完了吗？还没有嘞，大伯还在加班呢。还没。嗯。还在加班吗？对呀、啊。嗯。大伯。你在干嘛呀？我在烤火。在烤火吗？要准备睡觉了吗？嗯。哦，要早睡早起，明天还要上学啊。嗯。嗯。大伯。哎。我打了给你打了六次电话耶。你今天给我打了六次电话呀？对呀。今天怎么给大伯打这么多次电话呀？那为啥呀？广州，我爸爸妈妈去广州了，你们去广州，我爸爸妈妈去海南了，好想你们啦！你爸爸妈妈去杭州了，哪里去海南了呀？想我们了是吧？想我们了是吧？哦，大伯也想你啊。大伯吃饭没有？饭吃了，然后大伯再加一会儿班，加一会儿班了也要回去睡觉了啊。嗯，大家乖乖听话哟、哦、啊。啊。嗯。真的有，真的有那么想大伯吗？嗯。那大伯下个月回来看你好吗？啊，这日期也回来看我呀。下个月吧，下个月就回来看你。下个月。嗯。因为大伯这段时间有点忙，等不忙的时候就回去看你啊。嗯，然后你喜欢吃的那些零食，大伯这两天就给你买你最喜欢吃的零食给你寄回去啊。我不吃零食。你不是喜欢吃那个玻璃海苔吗？就。玻璃海苔不会，不喜欢吃了。你就不喜欢吃了是吧？啊。那你现在喜欢吃什么？告诉大伯，大伯去给你买。吃饭了，对，小孩子要多吃点饭，然后长高高啊。今天吃了两碗。今天又吃两碗了。我喝了一点汤。喝了一点汤是吗？嗯。嗯，我家小公主肯定又长高高了，对吧？又长高了多少啊？过年的时候就到大宝这个地方来了。这么高了，现在可能有这么高了，对吧？我已经比到你这里了。都到我这里来了是吧？嗯，真棒啊！嗯，那好嘞，现在也不早了啊，你也要早点的睡觉，知道吗？嗯。嗯。大伯下个月就回来看你。大伯辛苦了是吧？大伯不辛苦啊。嗯。今天六个电话，就不要再打了嘛。啊，已经打了六个了。
哎呀，我家小宝贝真乖啊！好嘞，那你赶紧去睡觉吧啊！嗯，来挂喽啊！嗯，好嘞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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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们家这个小棉袄，白天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了四个电话，然后晚上我下班吃晚饭的时候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现在又给我打一个电话，一共打了六个电话，可能也是，他老爸老妈现在也不在家嘛，我们都不在家，有点想我们了，我还是趁他不忙的时候，抽个时间回去看一下。嫂子啊，哎，嫂子也是很辛苦的，嫂子，辛苦你们了，辛苦你们了啊！等一下叫老总，我们一起出去吃个夜宵吧，嫂子。你叫他了，你也一起去嘛？不用怕，不用怕长胖，我跟你说。一会儿我们一起嘛，嫂子。明天晚点再看吧，晚一点。啊，现在这个订单订完了，对完了。现在去工厂，把货发着。这么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